尼斯拉有着黑色的脚爪，非常尖锐，并且他每天都呐喊着。很多小伙伴对我说尼斯拉的眼睛是黑色的，错，其实他的眼睛真实颜色是绿色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尼斯拉非常可爱，如果你喜欢尼斯拉请点一个赞。尼斯拉每天他都闷闷不乐，根据官方大大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尼斯拉的身体特效是走过的时候会留下恐龙爪印，并且在他的简介中写着在原始森林一定要小心尼斯拉。我和学姐来到了原始森林，发现这里的尼斯拉有一点点奇怪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尼斯拉的心情，小伙伴们发出来我们看一下。那么尼斯拉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？今天经过我和学姐在迷你宇宙中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尼斯拉它其实是一只喷火恐龙，并且在最下方我们发现了一张图片。从这张图片中我们看到，其实尼斯拉的眼睛它是绿色的，你们知道了吧？尼斯拉的眼睛并不是黑色，而是绿色。